你们这样搞下去，还成世界明敲暗诈，抢夺人家的产业，人人在切齿痛恨你们，个个敢怒而不敢言。人家被逼急了，稍微发几句牢骚，你们就把什么帽子套在人家头上，成天一个一个人被你们不知道拖到哪儿去了。你们就不想一想，一个人欺负了人家，还不许人家诉声苦，这是多么残酷野蛮的事，这简直连人性都没有了。居然也嘴上挂着什么民主自由，你简直是在糟蹋这两个名词。你们这样无法无天，时事怎么会不乱？你们再这样搞下去，祖宗传给我们几千年的基业又要被葬送了。你不要这样傻了，俗语说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一个人总要替自己想一想的。一木，您这时候不要跟我讲这样的话了，我很堵您，我不能够太怪您。不过姨父表哥，我但愿你们两位先明白，这是人的世界呀，永远这么不拿别人当作人，永远这么人吃人，这个世界是永远不得太平的。